这个女人喜欢站着尿尿，没事坐完爬上大树，还经常从肉铺偷一罐猪血，再从教堂顺点蜡油，挖块泥巴，薅点野草，晚上混在一起一捣碎，就制作出了精美的颜料。很难想象，这个身材臃肿又邋里邋遢的女人，就是著名的朴素派画家萨赫芬。那个时候，她还只是有钱人家的一名女佣，吃着剩菜剩饭，空余时间帮人洗洗床单，好不容易挣来的钱也全部都花在了画画上。买不起颜料，就买一罐白油漆，再加上自己的独门秘方，一样可以调配出鲜艳的色彩。唯一的缺点是，工作总是占用了他太多的时间。这天，主人家来了一位德国客人，名叫伍德，是一位著名的艺品收藏家，曾经挖掘过毕加索、布拉克这样的大画家。可此时的萨赫芬还根本不知道，这位客人即将改变他一生的命运。萨赫芬的主要工作是帮伍德整理房间，并准备好食物。起初，伍德并未在意这位看起来沉默又木讷的妇人。有一天，萨赫芬像往常一样推开伍德的房间，却没想到正好撞见伍德在哭，他不知所措地轻轻退了出来。第二天，当他再次来工作的时候，意外发现伍德在厨房亲自做着食物。伍德说自己喜欢烹饪。萨赫芬看着眼前这位温柔的先生，忍不住告诉他自己应对悲伤的方法。Vous savez, monsieur, quand moi je suis trop triste, je vais dans la campagne et là je touche les arbres. Je parle aux oiseaux, aux fleurs, aux insectes.伍德第一次觉得面前的妇人或许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苍白麻木。后来伍德写东西的时候，萨赫芬总是忍不住多看两眼，他在心里默默地想，多漂亮的字迹呀。没过多久，伍德先生因为有事儿离开这里一天，他给萨赫芬留下了一张便条。萨赫芬看着伍德的字迹，默默地将便条收好。隔天，伍德先生就回来了，但他看起来似乎特别的累，直接躺下就睡着了。萨赫芬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替他盖好了被子。一天晚上，女主人邀请了一群所谓的艺术家朋友前来做客。作为著名的艺品收藏家，伍德自然也在邀请之列。可宴会上的互相吹捧，让伍德提不起一丝兴趣。直到他在墙角发现了一幅画，这幅画正是萨赫芬的作品。女主人之前让萨赫芬把自己的画拿给他看过，可看完之后，他断言萨赫芬只是在浪费时间，并随手将画放到了角落里。伍德却一下子来了神，当场就要买下这幅画，并且询问这是谁的作品。女主人只能尴尬地告诉伍德，这是萨赫芬的画。第二天，萨赫芬再次前来工作的时候，却看见自己的画被摆在伍德桌子的正中间。一个毫不起眼的妇人拿出两幅自己的画作，著名收藏家伍德只看了一眼就将作品全部买了下来。而这位妇人就是后来朴素派的代表画家之一萨赫芬。伍德离开之后，萨赫芬赶忙将卖画挣来的第一笔钱存进自己的罐子里，他的内心激动万分，这是第一次有人欣赏他的画，还是伍德这样一位尊贵又专业的客人。第二天，伍德邀请了好几位艺术家朋友前来观赏萨赫芬的画，可等了整整一天，萨赫芬本人都没有出现。隔天，萨赫芬前来打扫的时候，伍德生气地质问他昨天为什么没有来，并告诉他自己的朋友都很欣赏他的画作。萨赫芬却让他不要再开玩笑了，常年没有金钱没有地位的生活让萨赫芬自卑又自闭，能得到伍德和他朋友的赞赏对萨赫芬而言已经足够。可面对这样一个天才，伍德深感惋惜。萨赫芬再次进来打扫的时候，他将萨赫芬拉到院子里坐下，蹲在他面前，郑重其事地告诉他 Mais il va falloir travailler beaucoup, beaucoup. Ne vous souciez plus jamais de ce que disent les autres. Ils n'y connaissent rien. 同时，伍德还承诺会将萨赫芬的画先放到他在法国的画廊里进行展示。得到了伍德的资助，萨赫芬终于有钱储备充足的白油漆。可就在他以为一切开始改变的时候，却在有一天发现伍德先生正仓促地收拾着行李打算离开。萨赫芬将自己的新画作拿给他看，他却只匆匆瞥了一眼就将画作放下了。伍德要回德国了，随着一战爆发，德国很快就会攻打到法国，他是个德国人，如果到时候被发现，他就会以叛军罪被处死。萨赫芬问伍德被留下的自己该怎么办呢？ Continuez, quoi qu'il arrive, travaillez. Dites-vous qu'un jour ou l'autre votre travail sera reconnu, j'en suis sûr. Et si vous ne revenez pas?这一下伍德没有回答，只是转身从自己的钱夹里取出些钱递给萨豪芬，但萨豪芬没有收。On ne m'achète pas moi. On ne me fait pas miroiter des choses. 他还赌气似的让伍德把钱留给和他亲近的玛丽安小姐。伍德知道他误会了，于是告诉他玛丽安其实是自己的亲妹妹。Séraphine. Jamais.当天晚上，伍德就和妹妹连夜离开了法国。萨赫芬再次来到主人家时，伍德的房间已是空无一人。
杂乱的地上，三号芬发现了自己的画作，同时还找到伍德遗留的一个笔记本。伍德离开之后，三号芬还是不怎么和人交往，经常将自己关在家里作画。他曾经的鼓励或多或少也成为了萨赫芬坚持下去的动力。又一次，萨赫芬再次回到了主人家，主人一家早已搬离了这里，他只找到一些还可以用的东西以及一卷长布。回来之后，萨赫芬将长布裁出来，从前他在小天花板上画画，现在他在巨幅的长布下肆意挥洒着画笔。转眼时间到了1927年，战争使萨赫芬失去了原先的工作，就连帮人洗床单也被嫌弃年纪太大了。贫困交加的生活里，萨赫芬经常依靠朋友的帮助才能勉强度日，可他却从来没有停歇过自己的画笔。此时的伍德已经是声名显赫，这些年来他一直以为萨赫芬已经死在了那场战争里，所以从没去找过他。直到有一天，妹妹从报纸上看到萨赫芬所在的小镇要举办画展，伍德下意识地想起了萨赫芬，于是他又来到了小镇上。在小镇的画展上，他一眼就认出了萨赫芬的作品，比从前画得更好了。隔天他就依据之前的记忆找到了萨赫芬的住处，他终于再次敲响了萨赫芬的房门。男人前来找人，对方门口却挂着谢绝访客的牌子。男人敲了敲房门，里面传来应答声，女人拉开门却只说了一句话， Monsieur de retour。 伍德被邀请进屋，屋子里一贫如洗，却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画作，他久久说不出话。萨赫芬从柜子里拿出那个笔记本，亲手交还给了伍德。伍德惊讶地翻看着笔记本，这时萨赫芬却突然说听到有女人正在骂他，可伍德却什么都没听到，不过他也没有太在意。在伍德的帮助下，萨赫芬很快成了小有名气的画家。伍德计划着将来要给他办一场画展。这天，萨赫芬被邀请去伍德租住的房子里做客。实际上，长久的孤僻和压抑让萨赫芬举止怪异，头脑也不再那么清晰。伍德对此一无所知，他给了萨赫芬一大笔钱，禁止让他再去别人家里打扫，并且会给他提供足够的画布和颜料。萨赫芬接受了其他东西，唯有颜料他还是想用自己的独门配方，伍德当然答应下来。这时萨赫芬却悄悄凑过去，离开的时候，萨赫芬舒服地坐在伍德的汽车上，他询问了汽车的价格，并发誓自己将来也要买一辆。回到家后，原本因为房租要跟房东斗智斗勇的萨赫芬大手一挥，包下了整栋楼，之后又去商店几乎将整个店都买下来。有了装饰刚租的房子，他开始对生活充满了热情，这份热情也反映在他的创作上。每天晚上，房东都能听到他边唱歌边作画的声音，那段时间他产出了非常多的佳作，每画出一幅作品，他都要将朋友叫来家里欣赏，画布上布满了鲜艳的颜色，透出的饱满情绪，连朋友都忍不住问他有没有谈过恋爱。萨赫芬却回答，欣赏完画作，朋友想给他拍张照，他却一直抬头看着远方。这天萨赫芬又去看了一幢大别墅，还去做了一件漂亮的婚纱，他在为下个月的画展做准备，这是一场他和绘画的婚礼盛宴。然而他不知道经济危机已经席卷全球，他的画作卖不出去了，伍德甚至已经没有钱再维持他的高消费。萨赫芬却还天真的以为只要将他的画作镶上金框，就一定会有顾客来买，直到伍德告诉他画展可能会无限期延迟，他好像才瞬间清醒过来。那天晚上不再是伴着欢唱的歌声，而是在凄哀的曲调中，萨赫芬画完了他一生中最后一幅画，画面阴郁暗沉，再也没有以往的色彩。原定的画展时间到来那天，萨赫芬换上婚纱，挨家挨户的敲门，留下一些银器之后离开，嘴里还念念有词。附近的居民见此，最终报了警。见到警察之后，萨赫芬乖乖跟着上车，他被送到了精神病院，婚纱也换成了病服。后来伍德来看他，他被绑在床上，以免他伤害到自己。伍德过去和他说话，他一直在哭，却说不出话，也不再认识伍德。几年之后，伍德再次来看他，想告诉他自己实现了当年的承诺，他的画终于办了画展，并且已经卖出去好几幅。可医生劝伍德不要再来见他了，因为他的情绪好不容易才稳定下来。伍德唯一能做的就是替萨赫芬换了间单独病房。这间病房推开门就是一片青草地，后院放着那时伍德蹲下和他说话的椅子。影片最后，萨赫芬拎上椅子，一步一步走向草地的大树，就像从前一样，坐在大树底下，感受着自然万物，一切尘归尘，土归土，花开花落，
天才的一生在孤独和痛苦中转瞬即逝。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看原片哦。